当然要猜海岸线。海岸线在讲自己的人生，你们的人生，转过去看那些很不美好的东西，其实就可以知道你现在自己是有一个非常完整、非常漂亮的一个生命。对，所以不要太在意你曾经错过的伤，受过的创痛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的现在的生活更美好。有了这些崎岖的东西，才会有现在更完整的人生。这就是海岸线。好不好？好，你们看不到我了吧？啊！这首歌是李子恒老师写给我的，很幸福。这张专辑有很多好歌。昨日未完成的崎岖，已是眼前明媚的风光。梦太写实，明天一望无际，回个头，一片无人沙滩。脚步未完成的旅途，已是天天游子的地图。经过断崖，夜夜安然无恙，转过身，天涯就在近处。谁回到浮云回不去的故乡，征服了年华的孤独，我为谁投入异乡寻消失的彩虹。脚步未完成的旅途，已是天天游子的地图。行过断崖，夜夜安然无恙，转过身，天涯就在近处。回到浮云回不去的故乡，征服了年华的孤独，我为谁投入异乡寻消失的彩虹。告别了城市的忧伤，你为谁回到浮云回不去的故乡，征服了年华的孤独，我为谁投入异乡寻消失的彩虹。
海鸥未完成的高度，已是空中最自由的翅膀。风说过了，爱是一座岛，曲曲折折，起点也是终站。爱说过了，心也是一座岛，曲曲折折，你我总会相见。谢谢。一直下雨，唱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，我要请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好朋友小丽都一起上来跟我唱这首歌，如果你们会唱的话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对，姐夫是我哥哥啊，对啊。哎呦，哎呀，姐姐跟姐夫，哥哥跟姐姐，哎呦，那很不好呢哈，姐夫就是姐夫啦哈。你们愿意上来跟我一起唱这首歌吗？我艳遇。艳遇吗？不会，我走过来。哎，来，这是好朋友小丽，我跟她一起。小丽跟我一起南征北讨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演出，对。然后这位是我姐姐，这是我姐夫，那个我的表姐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怎么那么厉害？还有花可以拿，真的。有卡片呢。我等一下再看好不好，谢谢。这不知道是谁送的耶，谢谢你们，对，谢谢你们的心意，谢谢。最后一首歌你们如果会唱的话，我一直以为我来台东会有很多原住民的歌迷，没有耶，我觉得发现到这边都是拿成品卡的呢，对啊。